装支付功能的业者，不然跨境消费申诉可是很费时费力的哦。所以跨境消费一定要注意风险，才不会受伤。跨境消费风险高，慎重行动没烦恼。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宪荣。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礼拜五盘中11:30为大家 live 来做播出，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尤其指数已经涨到万点了，居然做多还是被套牢，或者是放空啊，这个被嘎到的投资朋友，现在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免费 call in 专线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 进来之后，宪荣老师待会下节目有空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并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最专业最完整的答复给您。好，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指数的一个部分。从上个月大盘跌到9622的一个低点，那时候哇，市场可以说一片的恐慌，因为很多投顾老师都跟大家讲，哎呀，大盘在这里万点攻不上去，而且跌破了季线了，哇，大盘要转空了。所以很多投顾老师都叫大家赶快放空，赶快卖股票。可是呢，宪荣老师在当时还特别叮咛大家说，指数这一次还是一个震荡向上格局。当它拉回来杀完短多，看似空头来临的时候呢，接下来又会往上嘎空。结果指数就从当时的9622的低点跌到季线以下，这个两天左右的时间之后，开始一路的向上。现在这个礼拜已经最高涨到多少？涨到10018，已经成功的来挑战万点的大关。当然，来到万点之后，接下来大盘指数又会何去何从？又会怎么走呢？如果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好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好每天收完盘，宪荣老师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或者是呢，每个礼拜五还会有一个台股的周报。那如果是盘后报告，好，现在开始，我们为了提供大家更及时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我们最近已经开始要采用所谓 FB 直播的一个方式来提供大家。那或者是呢，有智慧手机、有 LINE 的通讯软体的投资朋友，你也可以将宪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宪荣老师的这个账号 ID 是小老鼠 YOURBESTTEM Your Best Team， 好，或者是现在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扫描一下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将宪荣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了。那宪荣老师有什么盘势最新的看法，都可以利用这些管道分享给大家。那在盘中我都提醒大家，其实做股票真的要去赚到钱，指数会不会上万点，这个先放在一边。我只提醒大家一点，大盘现在还没有反转的疑虑，没有所谓的转弱的讯号出现。但是要去赚到钱，不是看大盘指数会涨就好哦，还是再三叮咛，好，你去想一想啊，这波大盘不要说从9600又涨到10000点，这波大盘从去年7600涨到现在10000点了，你就有赚到钱吗？你可能会说，没有啊，指数涨为什么都赚不到钱呢？所以你就会了解宪荣老师为什么再三在盘中都会叮咛，其实你要成为股市的赢家，最重要不是等着指数涨就好，你要去主动的做好这八个字，要成为操盘高手，记得就是要做好掌握结构太弱则强的动作。那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提醒大家，绝对不是叫你说，哎呀，看到什么股票大涨了就去追，看到什么股票急啦就去抢，看到报纸写了什么股票有利多就去买。好，这个很多投顾老师也都这么做，其实这不叫做掌握结构太弱则强，那个叫做乱买股票乱追高。好，这样去买，有时候运气好会赚点钱，可是长期来看，保证这样做一定会赔钱，一定是输家。那我所说的掌握结构太弱则强，再跟大家叮咛一次。第一个，
你要去看懂股价的结构处在哪一个位置。那我把股票的结构分成四个位置，第一个叫做潜龙勿用，第二个见龙在田，第三个飞龙在天上去了，第四个亢龙有悔。那这什么意思呢？好，特别提醒，如果你的股票属于潜龙勿用的，它代表的是什么？龙代表的趋势仍然潜伏在地底，未见天日，这样的产业趋势持续在衰退，股价处于弱势阶段，都不要去贸然的摸底。而相对弱势的股票，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股价低低的就叫安全，其实是标准的弱势股，有补涨有反弹很好，但是要趁着补涨反弹的时候赶快找机会来汰弱则强。那亢龙有悔的股票你要小心，因为势过犹不及，气力将尽，这时候股价已经处在头部了，看似仍强的背后时进末路，当思如何下台，以免悔不当初。所以呢，我会提醒，如果你看到你手上的股票结构属于潜龙勿用的，属于亢龙有悔的，或者说这个标准的弱势股转弱股，那在这里该出还是要出啊，免得指数就算涨你发现一样赚不到钱，甚至还赔钱。那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呢？太阳能股，对不对？当指数这一波已经涨到万点大关的时候，好，现在指数已经涨到一万点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太阳能股呢。来，各位投资朋友，今天的硕和股价怎么样？又继续跌，跌了10块钱，目前最低来到242块。那不是说今天跌而已，结构的变化是常常不知不觉就开始出现，而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哇，原来这个结构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在细微的变化当中都没有去掌握到它的一个结构出现问题了，你还在那边死抱活抱，来，各位投资朋友回头一看，这个是去年2月份，那时候报纸在告诉大家太阳能需求供暖，报纸这个告诉你产品价格持续在看涨，你相信了，你信以为真，你跑去买，那结果呢？那时候的硕和在600多块。可是宪龙老师在当时就已经再三叮咛大家，从技术分析来看，太阳能虽然第一季需求不弱，但要提防第二季到下半年供需状况低于市场预期。怎么看？这是当时的硕和还在600多块，就已经告诉你有大户在出货，有转弱的讯号出现了，叫你要赶快跑，对不对？那宪龙老师怎么知道？好，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技术操盘级技术分析当时在教大家的东西。好，那结果回头一看，当时的硕和多少钱？600多块，那是在2月份。结果现在呢，大盘指数，各位投资朋友，这一年下来，哇，指数是怎么样？是大涨的。指数是从年初的时候是在多少点？好，年初的时候是在7000多点，对不对？好，这是当时2月份的大盘指数还在7000多8000点，硕和在600多。结果现在指数已经涨到10000点了，硕和有涨吗？没有涨就算了，还从600-700块一路跌，跌到今天最低242块，跌掉多少钱啊？跌掉足足快400块。你买错了股票，一张赔40万，10张可能400万就这样不见，对不对？那这还是指数涨了2000多点哎。好，那不止硕和，再来看到还有一档股票啊，去年的硕和很多投资朋友都说，幸好宪龙老师有提醒，一定要小心避开，不然现在就重伤了。那再来看到上个月4月5号的时候，有位高太太来电咨询持股诊断，问到一档6182的合金，它反而在21块多，当时股价也在这附近。那当时报纸在告诉大家什么？报纸在告诉大家，它生产的矽晶圆，第一季产品啊，合约价还在继续涨啊。那我说的是什么？各位投资们还记得我在当时特别叮咛，矽晶圆在3月下旬开始，现货报价就已经出现涨多回档的讯号，这是报纸没有跟大家讲的，我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技术面上来看，也提醒3月27到3月31，单周爆量35万张，周转率高达85%，短线已经过热，百战指标也未过前高，小心高档背离讯号出现。所以当时的合金，看起来叫强势股还弱势股？很多投顾老师可能会告诉你，这叫强势股啊，追啊。那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看似仍强，但已接近亢龙有悔阶段，要居高思维，要赶快跑了。对不对？那结果呢？我们看到那时候的合金还有21块多可以跑，到今天呢，各位投资朋友，大盘指数的部分，好，这一波好，从这个3月份到现在，是这个涨个这个涨了不少。可是合金的股价呢，从4月5号在哪里？23块多嘛，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到股价剩下多少？剩下18块，指数是
从四月份到现在9622涨上来，结果合金的股价你看到反而是往下再做一个大跌的走势，对不对？所以各位投资朋友，这就是再三证明为什么谢荣老师要提醒大家要做好掌握结构太弱则强的动作。因为你会发现真的买错弱势股，抱错弱势股，买到潜龙勿用的，亢龙有悔的，还不知道要跑，那真的指数就算涨一样会赔钱。第二个更证明了，其实弱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的。那只要你学过谢荣老师教大家的操盘及技术分析，对不对？这个部分好，我们会员都可以在谢荣老师的啊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有一个会员专区，里头好包括像7堂课的操盘及技术分析的线上课程，每个礼拜还有2次的实战教学，再教大家的就是怎么去看懂股价的结构，知道有大户在进货还是在出货，知道股价是在转强还是转弱，那会员都可以去看。不是会员的那没有关系，现在是我们的一个 call-in 专线都开放给大家。如果说投资朋友您对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担心会不会像这个啊硕和这样股价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担心会不会像合金之前股价明明看起来很强，买了之后反而现在就开始跌的呢，会不会已经亢龙有悔了呢？这个部分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 call-in 专线0800-787-588 call-in 进来，让谢荣老师能够提供大家最专业的建议给您。好，那谢荣老师也才能够去帮你做好掌握结构太弱则强的动作，把潜龙勿用的股票，把亢龙有悔的股票换到什么？换到我所说的结构当中，这四种里面要买绝对要买见龙在田的股票。所谓的见龙在田，代表趋势正初露头角，准备要大展身手，产业处在萌芽期，准备进入成长期，而股价低档开始转强，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大波段操作就会有可观的获利可期了。等到飞龙在天上去，趋势已经如日中天，气势如虹的时候，这时候产业也在加速成长，业绩也在大幅上扬，股价处在最强势的阶段，强势股你要不要去追？不用哦，因为你是提前布局，这时候只需要牢牢的抱住，那当然也不要得意忘形，乐观勿忘审慎，等到哪一天亢龙有悔，就要懂得获利了结了。所以这就是做股票，我会去强调你要成为操盘高手，你就要去懂得买什么，买见龙在天的股票，抱要抱什么，抱飞龙在天的股票，卖亢龙有悔的时候出这个地方获利入袋，对不对？就像谢荣老师这地方怎么去带会员朋友布局一档一档的好股票，像谢荣老师现在有2档股票是让会员朋友重压了20%持股在里面。那谢荣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买股票一开始出手先布局，先教会员朋友一档股票先布局一成的基本持股，当我确认涨势出现，我会建议会员朋友继续做加码。那这2档股票都重压20%，一档是5289的宜鼎，当时84块，确认了工业用跟车用的一个这个记忆体储存方案，现在价格不但在上涨，订单需求也在持续增加，营收创了新高，启动成长动能，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出现，所以84块买进，对不对？后来慢慢的垫高上来，确认涨势92块，继续加码。当然现在的股价还在继续赚，这是这个礼拜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都还有继续追踪。84元买进，92元加码20%持股的车用电子受惠指标股5289宜鼎，现在公布4月营收还在继续的创历史新高，业绩还在继续成长，对不对？技术面也没有转弱讯号，所以呢还在持续抱好。那现在宜鼎已经涨到哪里？已经这个礼拜涨到最高114块了，跟着我84块买上来的获利都已经超过30%了，还在继续赚，对不对？那除了宜鼎之外，今天很开心，我们还有一档股票重压20%的，谁？好，这其实之前也跟他报告过，4739的康普，当时股价在46块多，我们发现它生产的电动车电池材料，现在配合客户谁？就是 Tesla， 它配合客户 Tesla 的要求，积极在扩充产能，订单掌握在手中，产能扩充效应开始出现了，元月营收创了新高，启动了成长动能，股价那时候融资在大减，指标翻红，好，有大户在
进货，转强讯号出现，开始来做买进，46.多，对不对？那上个月4月17号都还在继续追踪强势股，接下来我们还在持续看好电动车受惠指标股4739的康普。为什么看好？因为电动车对于锂电池需求强劲，除了说 Tesla 跟 Panasonic 合盖的超级电池工厂去年已经在量产了，那特别还要注意什么？中国有一家叫宁德时代 CATL 的公司，现在宣称在2020年锂电池的总产能要超过 Tesla， 这对什么？对锂电池的材料将会是最大的受惠者。所以我们看到康普三月营收再创新高，成长动能仍然持续。而第三条电池产线硫化镍的产线预计在6月份要完工，月产能将从1200吨增加到2700吨，持续推动未来的业绩成长。所以观察股价走势，前一波大涨到59.8高点之后，休息了整理一个月，我们当时已经短线部位获利入袋，但压下来我们又再买，而且这几天又观察到，股价指数在下探季线的时候，康普融资在减少，股价却低位破低，领先大盘站上月线，技术面又有什么再度出现转强讯号，准备再度发动波段攻势了。所以按照计划，我们又加码到20%持股，要趁胜追击，准备要扩大战果。这是上个月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其实，这是上个月哈，这个康普赚完一趟了，压下来继续再做加码，对不对？那其实，在前两天5月10号礼拜三的时候，都还有建议会员朋友继续做买进。新会员哈，这个地方看到，当时都还建议，接下来还在看好 Tesla 受惠指标股4739的康普。好，虽然四月营收没有再创新高，稍微降温，但是呢，新的产线接下来6月份要完工投产，配合 Tesla 平价版电动车 Model 3下半年要量产拉货，业绩还会再大幅上扬，所以持续看好后市的成长动能。拉回来都按照盘中指示，那时候逢低继续建立会员朋友，如果持股还低的，如果还没有买的，都还在继续再买方。这是5月10号这礼拜的分析日记，对不对？结果呢，各位投资朋友，我们看到今天的康普有没有再涨上去？今天康普指数在震荡的时候又拉到涨停板，已经来到多少？62.2了。不是叫大家现在去追，因为现在股价已经飞龙在天创新高，我都会提醒急涨不要追啊，要买也是拉回再找买点，要买最好跟着建龙老师领先市场，买在低档，在建龙在田的阶段就来买进，就来做加码，就来做布局，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只是在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真的买对股票了，指数就算这个地方在休息，今天大盘目前跌24点，买对股票一样可以赚钱，一样会赚，对不对？第二个更证明了，强势股你不用这个现在才去追康普，我也不建议你去追，强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预先来做不好布局的。只要你学过宪荣老师教大家的操盘及技术分析，或者是你加入了宪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成为我们的会员，你也可以领先市场，在低档来做布局，来做买进的动作。这个部分哈，都欢迎大家。当然，在接下来还是提醒你，好，这个部分如果说投资朋友在接下来行情能够去赚钱，千万不要去乱买股票。永远要记得，成为操盘高手的第一步，看准目标才出手，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仍然持续锁定在真正今年最有爆发力的四大明星产业：爱车大物、iPhone 8、车用电子、大数据跟物联网这四个。四大明星产业里头，业绩能够成长，有业绩真的成长动能，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因为这样的股票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那你也不要等到股价涨半天去追，领先市场低档布局才能够赚这个真正大赚，买在建龙在田时，就像我们的台药，不就是34.多，带着会员朋友买37块也加码过，一路的爆，等到上个礼拜涨到57块，抗龙又回了，全数出清，获利入袋。那接下来新黑马的部分，好，我们也开始来做锁定。如果说投资朋友想把握像台药、像宜鼎、像康普这样的好股票，而且要在低档现龙在田的阶段就领先市场，买在低档赚它一个大波段的话，记得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新黑马我们已经开始准备要出发，那也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天啊，这个已经是母亲节了。为了要跟全天下的母亲说声感谢您，所以我们帮大家规划的这个妈妈我爱您520的专案啊，已经是最后一天，想把握的投资朋友，待会休息时间就欢迎大家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休息一下，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详事，请上台湾抗战网。金马总部感恩天下母亲，即日起推出温馨母亲节快乐专案，只限母亲，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精明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81-0909。2781-0909，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韵达投顾感恩天下母亲，即日起推出温馨母亲节快乐专案，只限母亲，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那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先跟全天下的母亲们说一声，这个感谢您，也跟我自己的妈妈，但还有包括我的老婆，也是我小孩的妈妈，都说一声，嘿，我爱您。好，那这个礼拜也非常感谢很多投资朋友都打电话进来，在问宪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的一个入会办法。那更感谢的是什么？更感谢的是很多会员朋友已经加入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次的一个520专案真的十分的优惠，很多会员朋友也都在做提前在续约，甚至在做升级的动作。那我这地方对于这些会员朋友老会员一再的一个续约，当然都是心存感激啦，希望能够在股海里头跟着所有会员朋友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那我还跟这个有一个老会员聊天聊到，怎么这次又提前升级了？这位老会员他说真的跟着宪荣老师操作以后，发现宪荣老师跟其他的投顾老师真的不一样，不会在电视上讲一套说一套。很多投顾老师哇，电视上表演的都很厉害，每天买股票啊，买了就会涨停啊，每天这地方买了什么股票，一个礼拜都可以赚好几十%，每个礼拜都可以大赚特赚。宪荣老师都没有啊，这地方看起来好像比别人逊，可是呢，差别在哪里？别人讲得很厉害，加入之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宪荣老师真的加入之后，就会感受到宪荣老师真的就是用电视上所讲的方法，带着会员朋友稳扎稳打来做操作。所以呢，跟着宪荣老师操作真的很放心，不用每天担心这个行情的震震荡荡，因为宪荣老师会帮大家掌握好指数的关键转折，能出手才出手，绝对不会勉强。宪荣老师买股票，也真的是稳扎稳打，不会天天杀进杀出，买了股票就是一档一档要赚一个大波段回来，所以呢，才愿意这样长长久久的跟着我们。那宪荣老师也跟大家来保证，宪荣老师永远会尽心尽力，莫忘初衷的，保持同样的原则，继续帮助会员朋友。第一个，保护会员，这绝对是我操作第一要务。所以买股票，我宪荣老师绝对不会说为了在电视上表演，带会员朋友去那边乱追涨停板，绝对不会。要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所以为了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宪荣老师的承诺就是买股票。我知道每个会员朋友的资金都是有限的，不管你是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
每一个会员，我持股票只会控制在五档左右，每档持股就是1到2成，最多满档100%。稳健操作，第一次出手先布局10%基本持股，确认涨势拉回来了，再来加码到20%，趁胜追击扩大战果。那预设停损，好，看错了难免小赔就赶快出，绝对不会套牢还一直买，更不去加码摊平。那看对呢，才来做这个加码的动作，要帮你赚大钱大波段回来，而且带进一定带出，负责到底。所以在接下来，就像我们的台药，不就是34块多买进，37块多加码，现在已经全数出清，获利入袋了，对不对？就像我们的一鼎，不就是84块买进，92块加码，现在呢还在继续赚。那康普的部分也已经这个地方加码到20%之后，现在哦，今天发动攻势上去，也涨停板创下波段新高，也开始大赚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仍然持续按照原则，看准目标才出手，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锁定四大明星产业，业绩能够成长的好公司，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智深科这个地方已经赚1倍，台药已经获利入袋，联德已经赚起来啊，这个汉磊也已经成功的获利了结，康普现在还在赚啊，这个怡鼎这里赚了30%了，还在赚，对不对？类比科短线部位已经入袋了，新黑马即将发动，提醒大家，机黑马这个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想把握的投资朋友，母亲节到了，感谢您妈妈520最后一天的一个机会，想把握的投资朋友都欢迎大家赶快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指名加入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一起掌握大波段获利的好机会。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感恩天下母亲，即期推出温馨母亲节快乐专案，只限母亲，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精明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81-0909。02-2781-0909，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